学生们一口流利的英文在行动剧中介绍盐城哈马星的景点与美食，严厉接待国外的朋友，一同体验高雄的风土民情。教育局推行的国际教育，以国际竞合的精神，期望推动国际交流，带领学生从在地走向全球。那我们这个教学事例的内容兼顾国际也兼顾在地，那可以把我们在地的内涵融入到国际的交流当中。那我们有丰富的内容，包括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那有32个教学事例，我想这个都是可以马上拿来使用在课堂上面做教学的，那对教学上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希望借这个事的推广，把它让我们在地国际的一个高雄能够让大家来知道，能够让同学能够更了解更理解。研发的手册从学生熟悉的高雄人事物出发，融入12年课纲，更提供10个主题与32个篇目，完整详细的教学步骤给老师们参考，也可以针对课堂进度与学生程度做出调整，是一本国际教学的百科大全。他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包含老师可以利用的资源，甚至老师教学可以进行的步骤，那老师也可以做一些微调。那我想最重要就是说，我觉得国际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学生要能够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家乡，还有自己的家乡在整个全球视野下我们自己的位置，这就是所谓的这种国际在地化、全球在地化。我是喜欢，因为我比较爱讲话，有就是会让我们当然更了解我们的家乡，然后也可以练我们的口说能力这样子。教育局大力推行国际教育，期待透过教学新书事例中不同的教育面貌，培养学生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世界观，发展多语能力，更开阔全球视野。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。